最近接二连三的各种请假潮，老板们一定都觉得很奇怪。上几周我的某些员工才请假，然后这几周又某些员工又请假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正要更新呐、啊！你看我的标题，我自己都正要更新，我被中华电信挡啊，烦呢、欸，好烦呢、欸！啊，为什么中华电信要这样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刷显示，我不要打魔兽世界，我不要。看，所有人都在冰原了啦！好哟，好哟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好像跨年哦，让我们来一起倒数全新的世界，全新的地图，全新的波木猎人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我干你老师哎、欸！等到我年华都老去了，哇！干，真的太有诚意了啦！哪一家游戏公司的 DLC 这么有诚意啦？这等于是在买一个新游戏耶！我换了，我现在不是重棍流了。我也没有放弃，好不好？我还要做皇后明灯棍呢、欸。哦哟，我根本打不到啊！终于打到第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是脚是不是打不到脚啊？哦，爽死了！还敢来斜坡啊？靠腰啊！卡什么关？卡什么关？巨锤王旗！已经是 Master Rank 啦！干啊，我前阵子这么拼是在拼三小，真的锤真的好用。我是巨锤王琴，屁啦！我拼魔物的时间比拼魔兽的时间长多了，好不好？听你们在讲屁话，妈的，花多少时间弄装备啊？哇！哇，真的是豪宅耶！什么意思？哦！有够丑的！哦，侧边，侧边。高级了吧？是赚多少钱啊？而且也盖太快了吧？不是才刚来而已吗？盖这里很浮夸哎、欸！
哦哦哦哦！哈！干，太高级了吧！雪崩啦！哦，好险！哦天啊，我打他，然后大姨妈打我肚子，痛死！待会必须吃个止痛药。不会，他爆了！我帅气大锤，我要去哪？飞翔爪到底真正意义上怎么用啊？爬上去哦 ，R2 有一个新任务，没关系，我是随缘流，反正战斗弄一弄，应该最后就会了吧。ダメです。この先へは進めません。懦弱的選擇。他の場所を調べてみましょう。这样就打退堂鼓。算什么猎人呐？早速調べてみたいけど。有啊，怕吗？哇，干不怕吗？靠呀！哇，这里可怕了。感觉这里是他的超级地盘。哎呦，解毒剂怎么用都不够用吧？没事，我总算能吃猫饭了。打他，打他！最爱落井下石是我。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要拿锤，但是锤的伤害真的 unbelievable。这种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，怪我ありませんか？探索を終えて合流しましょう。锤伤害真的是让我找到这个人生新天地耶！点了什么东西啊？这几天怎么都这样啊？烦呢、欸！怎么都是一些精神时光屋的游戏啦？这一场吗？哪一个比较好打、啊？
也要开放救难。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很需要帮助吗？而且各位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穿上转身衣哦。嗯，挑战自我的旅程。干你睡屁哦！明天我帮你带耐棉珠，假装啊，你演戏吗？来了。太会骑了嘛！打他屁眼！哦，又来了！哦的时刻，你该挂了吧你！哦啦，血太多了吧！很歹戏托棚哎、欸，什么新武器？我这是号称上版本最强麻，最强麻锤、欸！我他妈的这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干，还没骷髅头，我天哪！观众喊废话，我现在可是锤锤大师呢。干，这次到底是怎样？掰开了没？哦，终于！多久？又五点了。